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the YMCA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llege。我是 Diana， 是呢间学校的校长。学校咧今年咧都不知不觉咧都21年啦。咁咧我亦都想象唔到咧自己咧喺呢间学校咧都第21年啦。咁一直咧，点解好多人都会问我啊？点解你会咁钟情 YHKCC 啊？因为咧呢间学校里边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特色，真系吸引我继续喺呢一度可以服务嘅。咁啊，首先啦，就系我哋嘅学生啦，同埋我哋嘅老师啦，亦都系来自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我哋嘅学生咧系来自40多个唔同嘅国家。咁所以咧入到嚟 YHKCC 咧就好似一个微型嘅联合国，每一日咧都有好开心咁样。看到很多不同的学生他们7点钟就已经回到学校了，在打波很开心，所以很多家长想到一些愉快学习环境，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我们 YHKCC 的。我们学校里面也有一些很特色的课程，除了我们本地的中学文凭课程史之外，我们也有一个国际课程，我们有这个英国的国际课程 GCA Level。当然在中四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 IGCSE 的课程给学生去衔接这个 GCA Level。在学校里面除了一些基本的传统的科目之外，中英数啊、科学啊、地理啊之外呢，我哋都有啲好特色嘅課程譬如呢我哋有家政堂呢，就唔係淨係女同學嘅專利喎，我哋所有嘅男同學呢亦都呢係好享受呢家政呢一個學科。咁其實呢除咗家政科之外呢，我哋仲有啲戲劇科啦。咁其實就希望呢就係透過呢啲唔同嘅興趣嘅科目呢，能夠發掘學生佢自己唔知道嘅興趣同埋才能，咁之後呢令到佢哋呢中三四嘅時候呢，當佢哋去再去揀一些不同的選修科的時候，已經對自己有更加的了解，還有更加多的體驗，然後再去揀去下一條的路。因為我們的課程就是本地讀，究竟是讀本地課程或者是讀這個的國際課程，其實去到真的中五中六的時候才會正式去分的，所以在中三四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混合的課程，是的，就是培養同埋咧幫助我哋嘅學生啊，無論佢之後中五六去呢一個本地課程，或者去呢一個國際課程咧，亦都係已經係打好一個非常之深厚鞏固嘅基礎噶啦。咁喺我哋嘅學校裏面咧，我哋嘅師生關係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噶。你嘅學生會啦，亦會搞好多唔同類型嘅師生活動啦，譬如你會見到老師同啲學生一齊去玩扯大籃啦，去咬手瓜啦，有一啲嘅唔同嘅師生競賽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你學生同老師嘅關係咧，唔單止係喺呢一個小息或者係喺呢一個嘅 lunch time 見到，你喺個課堂裏面咧，其實咧學生咧亦都係好欣賞老師為喺你班房裏面咧建構不同的學習活動，令到他們的課堂生活是非常有趣也不沉悶的。Okay， 我們學校另外一個特色位就是真的做到這個小班教學的，我們的師生比例人數是大概1:8.6的學生，就大家都知道如果一個師生比例這麼低的時候，其實對一個學習是一個絕大的優勢來的，因為老師能夠對個別學生的關顧、支援和指導也都是更容易的。譬如在中一裏面，我們就大概一班裏面有25、26个學生，但如果當他們去學習這個中文、數學和英文的時候，其實是講緊1:19个學生。去到高年班的時候，其實他們讀不同的選修科，其實可能一個老師對10几个學生，或者有時是差不多不同的學科，他可能是1:8个學生或者1:9个學生，所以是真的做到這個小班教學的效果的。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